飞机表演呢，气势很大。我感觉很美，西欧就是彩色的落下来，就像缤纷彩虹一样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古韵龙华，诗意戏居，还有一个是科创秀带，心向水岸。我们围绕这两个主题，会飞12个画面，总共会有龙华塔，还有龙年的一个龙头，象征着就是龙年的一个新的一个朝气。